息相惜相惜相依亲切亲切亲切杰丽姐，对于今天景燕关怀协会交接第七届会长，你的感想是如何呢？我接了这第七届会长，会落实到我们警消、还有义消、民防跟一些那个巡守队的一些关怀。那长期以来，关部门的资源都会有一定的限度，所以透过我们民间团体，我们中山警燕来落实这些服务。对民众调查指出，就是对警察好感度第一，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警察从以前到现在啊，我们一直都非常有耐心的，然后很有毅力的，在治安、交通还有为民服务的三大面向来做努力。那以治安来讲啊，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刑案的发生数大幅的减少，那破获率我们大幅上升，那所有的不管是住在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的民众，或者是说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，那他们都感到说非常的安心。我也愿意，爱情不如意，就爱看。相信中山警业在第七届精英团队共同努力关怀下，一定会更加落实基层的服务。谢谢大家今晚的莅临，也要祝福与会嘉宾平安喜乐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